谁敢说我爸爸是拽垃圾的？家里完事儿不是？就像喝了酒似的，他不会喝酒的。孩子什么情况？胸腹外伤，有点意识障碍。被谁打的？就你接的那个女的。他早上的时候跟我说他嘴特别干，让我多给他水喝。有没有可能是低钠血症导致的水中毒？当你水过多的时候，他的细胞里面的血含量超标。急性水中毒的时候，他的颅内压会增高，不是烦躁，而是神经性的精神增高。现在，我们是不是要限制他的饮水？把水给我，给我，走。这就是赵俊峰的家，因为房子太旧，再加上常年的积水，房屋已经受潮脱落，加上物业长时间的没有经费，所以一直没有换新天花板。他就在这个环境里生活了14年。